歌舞呢是四个八拍哈，然后就是音乐其实不是完整的，竞拍的时候它其实是第三拍进的哟，或者是你就一进的话也可以，然后后面少个七八一样的，那我们就按正常的吧，不然到时候大家数不清好吧？来，就是最开始准备的时候，你就是两脚并拢，就是做手势的也是可以的哈。反正就你如果撸上半身或者撸下半身都可以啊。那蘑菇坐的话，我可能因为是全身，我可能会打开腿啊。好，一的时候，一就是首先交叉起个范儿，然后把你的右脚拿出去，把胯给到右边，手打开，整个重心是往右边落的，或者是一都是可以的。一，对，女孩子、男孩子都可以跳啊。五六七，走，一二，好，三四的时候，我们的手哈。翻上去，往里面翻，手腕往里面翻，三，第三拍一下就上去了，第四拍不动啊，或者是就是有的博主就是他也是一二三，就一只手也可以啊，看你自己。好，五打六的时候，五六手哈、往里面绕两个，首先是手枪，往里面绕手腕绕两圈，然后手的轨迹往左边拉。一个肘击啊，看右手，绕绕 n 拉，再看一次五六七走，绑绑 n 绑，再来一次绕绕 n 的时候，首先往左边再拉过来一个肘击啊，五了气走，一二三四五打六七八七啊，五打六七八，再次五打六七，脚下的话你就随意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。的动作主要是手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打六七，拉过去，胯在右边，啊，八不动，好，这是第一个八拍，所以连起来是，你不管是并腿的也好，还是说，站开的也好，反正最后胯其实一直在右边哈，给一个猛劲儿哈，要用力啊，五两七走一。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打六七八，好，二搭二的时候，我们的手就是原本它其实是绕的枪，或者是想帅一点，就是开火车也是可以的哈。二二二二，好，三四的时候，这里会有一个抛，你可以这样去往上丢，也可以蹦。哎，看我们的手的轨迹哈，往外抡两圈，绑绑，或者是绑。绑去，一个是拳头或者是枪都可以，看你自己习惯啊。好，抡两圈之后，看我们的手，它会有一个这种抛球一样这种感觉，手腕往上放，好完了之后去延伸，哎，放，视线跟着你的球去走哈，放，这延伸的四拍拍的是一二三四五六，延伸的四拍。五六，或者你手五六，看你的手啊，它是这样的一个轨迹，左手上，右手上，绑，这样子推上去也可以，或者是绑，哎，两种方式，就是跳得多的会有，而且很多街舞里面会有这些抛球的动作哈，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，好吧？女孩子的话可能更喜欢这种，对吧？好，来五，就是前奏的话就讲完了哈，再看一次五两七走，一二三四。五六打七八，好，二二三四，你可以随便动一下脚哈，二二或者是二二三的时候踩脚往上，三四丢上去，看整个身体，五往上走，四五六延伸四拍，OK，好，如果正常数的话，它应该是从第三拍开始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，二二三四。五六七八一，哎，就是到了最喜欢的部分了啊！这个手呢就拿下来，棒，用个猛劲儿哈，棒！哎，手呢，左手你可以就是说这样子，用得多的他们也会有这样的动作，蘑菇式叉的兜，看你自己，或者是叉腰也可以，或者再这样，一二三四都是可以的哈。然后怎么去做这个身体和胯的切换啊？首先你要学会做胯，做左胯，把你的脚尖点起来，胯往上提哈，胯提上去，然后再放胯，提胯，
放胯，转动你的脚尖，它就起来。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加快它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你的手呢？一的时候，身体可以往左边，哎，然后回来，左边回来，相当于是一、二，看到没？整个身体往左边啊，三、四，起来两次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你的手呢？它就是要么就是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都可以，主要是胯要用劲一点点哈。再一次看身体啊，一二两次好，三四两次好，再来五六两次，七八两次，就是主要给了个身体，理解了吧？身体可以往左边去一点，然后它整个胯幅度就会多一些哈。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呀，变一个协调。OK， 好，我们继续往下啊，就很简单呢。完了之后呢，开始我们的手哈，一就是你右手左手都可以哈，上开上开，比把枪往上，然后打开，好，右手上左手下，往上。打开，然后还在做胯，继续做胯哈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练习协调哦，做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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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es， 然后继续做胯，我们的手哈，看一个手上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然后交替，交替四次啊，五六七走，蹦蹦蹦蹦，这是我们的第二，第。四个八拍啊，五六七八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个手你就感觉像是在甩鞭子，甩鞭子啊，左一鞭子右一鞭子定住的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继续二二三四，好，五六七八。OK， 继续做胯，手呢？这个地方女孩子的话就可以，一二三四，就是指出去，指出去，一二三四，手从这个位置哈，从的嘎吱窝开始指出去，蘑菇之前讲过很多次了哈，嘎吱窝指出去，一二三四，如果是男孩子就可以绑绑顶胯两次，最后顶胯三四次结束哈，胯屁股夹紧往上上。上顶胯，绑绑绑绑，就结束了。OK， 然后最后我们把它连接一下，第一个女孩子版本的，第二个是男孩子版本，好吧？五六七八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 ，yes， 好，男孩子版本准备五。六七八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蹦蹦蹦蹦。OK， 好的，我们整支舞从头来捋一下吧，准备啊，五六七八走，一二三四五打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一二。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走，